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，我手中的话语可以画出生命线，施展爱的魔法，和我一起来支持善行武江四元巴沙自治区救火车项目，让更多救火车出现在最需要它的角落，挽救更多宝贵的生命。今天的视频录制很有意义，我参与的是 N17 巴沙明星慈善业联合秒拍共同发起的画出生命线的公益活动。这次活动呢，是为了巴沙救护车项目，为了改善五大自治区急救车辆不足等情况，为有需要的病患争取黄金的救治时间，让生命和希望得以延续。我一会儿呢会用这个彩色的笔，然后给这个立体贺卡涂色，画出我心目中的救护车。之后这张贺卡呢也会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，为慈善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。那我的救护车就是最普通的救护车。因为救护车它的医疗是红的嘛，所以说就给它涂了红色。它的灯是蓝的，红加键的。为了突出一点，就是把它改成蓝色，因为它不能闪嘛，所以就为了跟这个红色区分开。就是我的救护车，谢谢大家来看我画出生命线。喜欢我绘制的贺卡吗？和我一起传递爱心，慈善精神，为爱永存。最后，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约定，看秒拍，汇聚爱心，你我同城。